退化性关节炎是最常见关节病，又称为骨关节炎或变质性关节炎。因为关节内软骨磨损衰竭后，周边骨不正常增生及关节腔变窄，再加上关节外韧带长久使用后强度减弱造成的。需要注意的是，长期承受重力或外伤及免疫疾病会使关节软骨退化。退化性关节炎大约20岁以后关节开始退化，到中年才较为明显，通常以55到65岁的人症状最为显著。肥胖的人更需要特别注意，因为膝盖承受重力大，会让关节磨损越来越严重。退化性关节炎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关节的疼痛，那它会肿胀，会积水，那当严重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还会形成关节的变形。另外，有氧运动也是近年来美国骨科及神经外科很强调的减缓退化性关节炎症状的方式。研究显示，规律的有氧运动不仅增加肌肉弹性及力量，还可以让膝带氧气及抗发炎物质的血液流通到这些关节，减少退化性关节炎的整个病程。早期退化性关节炎可以预防及治疗方法有很多，例如说可以加强股四头肌的训练，指的就是大腿肌肉的训练，将大腿肌肉力量练得强壮，可以让你的膝盖压力降低。你在训练股四头肌器的时候，保持脚踝勾起，膝盖稳定，脊柱自然向上延伸。向心出力时保持吐气，离心收力时保持吸气的动作，感受一下大腿前侧，也就是股四头肌的一个发力的力量。那训练股四头肌可以有效的强化我们的大腿前侧的肌肉，那降低膝盖的关节压力。早期的退化性关节炎呢，你可以用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来改善你的症状，比如说你可以避免蹲跪啦，或者是从事大腿肌肉的训练啊，像是快走啊、游泳，都是我们非常建议来控制体重、改善症状的方法。那真的很痛的时候，可以考虑吃一点简单的消炎药，或是去就医来寻求医疗的协助，来改善你的关节疼痛的发炎的情形。初期部分呢，病人还是以疼痛为主，然后行走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给他一些药物治疗，减缓疼痛。病人也可以使用一些葡萄糖胺。在中期部分的话，假设病人长期使用药物不想使用了，或者是药物效果不好的话，我们会帮病人在膝关节部分呢，我们会帮他施打玻尿酸。退化性关节炎好发人体受力较大的下肢关节，50岁后的发生率约20%到30%，70岁后发生率高达50%。统计显示，80岁以上长者超过50%都有膝盖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退化性关节炎跟哪些危险因子有关系呢？第一个就是体重，体重比较重的人呢，他的膝关节及髋关节所要负担的压力会比正常的人还要来到4倍以上。那所以像是肥胖，或是年轻的时候从事劳力工作者，或者是他之前受过伤，或者是软骨有或韧带有受损，像这样的族群都容易好发退化性关节炎。医师指出，到了比较晚期，退化性关节炎症状会越来越加剧，可能连吃药都没有办法控制疼痛，不仅走路很不方便，可寻求医疗协助。X 光片检查可观察软骨磨损的状况，并有应与医师积极讨论膝关节治疗方式，避免病情恶化。TVBS 新闻张正安、蒋志伟台北采访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